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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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跳下去！闪开！玉萍，别过来！谁都别过来！我是高铁，我是刘玉萍，刘玉萍是我，他是我的，谁都别给我抢！谁都别给我抢！闪开！闪开！玉萍，都闪开啊！你要冷静。不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一个人的，只有我懂他，都别给我抢！都闪开！好。我带你去找他。 说的是真的，真的。 安主任，哎，校长好。哎，这个残校招生的事儿，你进行怎么样了？我这不正看着呢吗？啊，您说，残校招老师，嗯，工资这么高，比咱们宁州大学的待遇都好，是吧？动心了？你也可以去啊。哎，他可没有年龄限制的。没客气。哎，我再给你强调一下啊，你一定要把数学系的所有同学。 特别是你几个研究生，通通给动员起来。只要能够做对这道题的，让他们都到招待所去找郑老师应聘，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抓紧。明白了，校长。嗯，慢走。校长，您慢走。嗯，你叫什么荣？赵启荣。啊。主任，那个什么职位啊？ 待遇这么高，体育系的吧？啊，对，没你的事儿。老王，校长说的你都听见了。好，好，赶紧找那几个研究生谈谈。好，行。志俊。 赵其荣，我没犯错误。坐下。把这套题仔细给我讲讲。 啥意思？讲了你也不懂。瞧不起体育系的是吧？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！但凡瞧不起体育系的，都得挨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这一套题需要数学系三年级以上的水平，我讲了才能听得懂。老师，我们的卷子在桌子上呢。